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发动了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都受到飞机撞击，其中世贸双塔拦腰折断，随后坍塌，五角大楼局部结构损坏。这一事件造成了接近3000人的伤亡，举世震惊。2001年10月7日，小布什总统开始了针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反恐战争的序幕。至此，这一事件被改编成了电影《十二勇士》。电影中的十二勇士属于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A 类作战分队，通常被称为绿色贝雷帽部队。作为这次反恐战争的先遣队，与当地反塔利班武装协同，在短短3周时间内攻取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并全员归国。军事战略研究者认为，取得类似战果最少需要2年。锤哥本来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可以在家里悠闲地陪老婆孩子，更为关键的是他的元老大要退伍了，自己有了提干的机会。这时候911事件爆发，锤哥毅然决然地来到军部，要求登上战场，给这群混蛋一番教训。但是军部的老大说，这都跟你没关系，因为你很快将被调到文职了。但是锤哥和他的战友们报国心切，费了9牛2虎之力，最终说服了老大前往阿富汗战场，对在阿富汗为本拉登提供帮助的塔利班进行打击。当他们到了军营之后，一共有6个队要经过长官的面试，而且只能有1队被选中。锤哥在面试的时候，把本来能在6周时间完成的任务，自己压缩到3周就能完成。这次的计划就是让先遣队空降到阿富汗北部，到了那边之后，会有中情局的特工带他们去见反塔利班武装的头目杜斯塔姆，从而取得他们的信任，与他并肩作战，攻向塔利班据点。到时你们就请求近距离支援空袭，其他的事就可以交给杜斯塔姆。锤哥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长官，最终锤哥所带领的小队被选中，他们乘坐直升机空降到了阿富汗北部，并被那里的特工引荐给了杜斯塔姆。在突击小队和杜斯塔姆顺利会合后，本以为能愉快地展开合作了，但是神秘兮兮的杜斯塔姆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问号。第一，这是12人的小队，但是杜斯塔姆却不怎么喜欢他们，生生地将其划分为2个小队，理由是他们只有6匹马。第二，杜斯塔姆对于锤哥战斗力表示严重怀疑，甚至嘲笑他没有实战经验。在第一次的作战中，锤哥想要近距离给轰炸机提供坐标，但杜斯塔姆不想让他前往。如果美国人死了，他担心美国政府会离开，就会输掉战争。杜斯塔姆在地图上给锤哥指出了塔利班的据点，但锤哥并不相信他指出的就是塔利班武装分子。杜斯塔姆无奈只能用对讲机的方法让他相信。锤哥只能给轰炸机提供大概的坐标，轰炸机投下炸弹，不出所料，果然偏离目标。锤哥只有上前近距离的标注坐标，正在他要传回坐标的时候，敌军已经靠近他们，在队友的掩护下，终于把坐标传给轰炸机。至此，他们身后出现了巨大的爆炸声，塔利班武装的前线阵地被摧毁。但杜斯塔姆却没有命令他们进攻，今天算是先彩排一下吧。总部为他们空投了物资，由于当地人把他们的物资偷走了许多，他们收到的物资还不到一半，这些当地人还把这些拿到的物资再卖给他们，这让小飞顿的人哭笑不得。杜斯塔姆下达了命令，让手下时刻保护着小飞顿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死了，杜斯塔姆会追究责任，处以死刑，还株连全家。这个黑人成员为答谢这个小孩，还给了他一个棒棒糖。这天，杜斯塔姆决定攻击塔利班占领的拜神地区。首先还是空中的 B-52 轰炸机轰炸他们的防御工事，而塔利班的武装军大部分有被逼迫的农民。在这一次战斗中，杜斯塔姆不愿向锤哥分享自己所掌握的所有情报，直接导致这次战斗无疾而终。锤哥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就去找杜斯塔姆来了一次灵魂对话。谈话的内容可谓让人觉得云里雾里，高深莫测。锤哥说，没有情报，这仗就不好打。而杜斯塔姆却认为，怕死的话就打不赢战争，怕死的人都是孬种。虽然这次沟通不怎么顺畅，但好歹锤哥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矛盾有多深不要紧，关键要让对方知道自己在生什么气。当天晚上，杜斯塔姆就把锤哥叫去密谈，顺便告诉了他的情况，只要阻断敌军的补给线，就能顺利拿下第一个关口。于是锤哥从自己 A 组里面分出去了几个人，此时在阿拉莫营地的 B 组收到了锤哥的命令，
让他们前来会合。有了杜斯塔姆的情报，战斗顺利展开了，轰炸机对塔利班武装阵地进行了轰炸，顿时火花四溅，升起了一团蘑菇云。轰炸过后，杜斯塔姆率领军队开始进攻，塔利班武装此时都隐蔽在障碍物后面。当他们靠近的时候，突然向他们扫射。杜斯塔姆身先士卒，带着士兵反冲锋。锤哥也命令小分队的人掩护杜斯塔姆与他们激烈交火。至此，突击小分队来到这里已经十天了，从而解放了拜神村这个地区。大战过后，杜斯塔姆和锤哥两人也慢慢相互信任。杜斯塔姆的家人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被塔利班武装杀害的。但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美军急于打掉那个军事重镇，于是煽动了另一个头目要对重镇展开强攻，这里就要求杜斯塔姆配合，但杜斯塔姆才不愿帮助竞争对手拓展地盘，两人的谈话也就此破裂。杜斯塔姆带着他的部队走了，于是锤哥带着自己的11个队员，在没有任何后续保障的情况，孤军潜入敌方腹地。时间已经过去20天，他们将在天际峡谷展开最后决战。峡谷中的军队大概有15000人，这一仗可想而知非常惨烈，副队长差一点被人肉炸弹送上天堂，多款火箭炮把他们压着抬不起头。关键时候，终于杜斯塔姆将军想明白了，没有大局是不可能有个体利益的，带着自己的骑兵队赶到了战场。于是锤哥彪悍又神勇地带着这些骑兵，趁着火箭炮不弹的时候，来了一场相当有气势的骑兵冲锋。塔利班武装头目眼看大势已去，驾车逃走，杜斯塔姆骑马追赶，最后将他射杀。锤哥以为杜斯塔姆会去攻打另一个头目，但当他赶到的时候，杜斯塔姆与另外一个头目握手言和了。杜斯塔姆并对锤哥说道，在这里今天是朋友，明天就会成为敌人，包括你们也是一样。杜斯塔姆将军终于愿意放弃了自己的私欲，让其他的将军先进驻了马扎城，也是他从一个军阀变为一个真正的阿富汗政治家改变的开始。他后来在2014年成为阿富汗政府的副总统。影片最后字幕显示，这支特遣小队在阿富汗的这场战役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仍全数平安归来，3个星期就完成了。军事策划家们预料要耗时2年的成果，成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成绩之一。由于是机密任务，595小队的队员们低调返家，未受到任何英雄式的欢迎或公开致意。如果你去世贸大厦的911遗址，你会看到下面这座骑兵雕像。12勇士是由尼克莱·福格西执导的战争剧情片，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杰克·凯西等主演，于2018年1月19日在美国上映，首周末票房1650万美元，紧随《勇敢者游戏》位列北美票房榜单亚军，截至1月31日收获票房3045万美元， IMDB 评分 7.1 分，票房口碑均十分亮眼，或可成为锤哥卸任雷神后首部转型力作。十二勇士在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去10几年，曾经的机密文件历史真相完全解密的状态下，用电影的形式将这场真实的反恐战役的核心故事完整保留并呈现于电影中。这个小队通过呼叫制导武器发动空袭，骑上战马飙机枪，直接把这个重镇的5000多人、30余辆坦克、70多门火炮给端了。不仅是小队12人自己几乎零损失，甚至连扶持的军阀伤亡也未过百。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据可查，找到真实的人物原型，不仅是为当时曾参与反恐战役的无名英雄们树碑立传，也是为证明在当今这个时代，人性的光辉依旧照耀世界。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